其实开票一直到次日清晨的时候，川普都在关键摇摆州 Wisconsin、Michigan 还有 Pennsylvania 是保持领先，所以当时的外界其实普遍认为说川普应该连任的几率很高。当时川普他在深夜的时候自己出来发表谈话的时候，也是认为自己其实已经胜选。不过因为在深夜的时候，这三个州呢，他们大概都进入邮寄投票的计票。外界普遍认为说，其实民主党的支持者是比较可能会使用邮寄投票，所以在这三周进入邮寄投票的计票之后呢，其实我们就可以看到说，从次日上午开始，拜登他就接连的翻转 Wisconsin 跟 Michigan， 跟川普他在宾州的差距也一直不断的缩小，从原先其实大概有60多万的差距，到现在目前大概仅剩下20多万，而且大概还有10%的选票目前是还没有开完的。然后川普的阵营部分呢，因为目前就是身处劣势，所以他们现在转向要打法律攻防战。他在宾州、Michigan 跟 Georgia 这三周期，三周是要求停止计票。在拜登阵营的方面呢，因为他们是为求谨慎，所以他们是策略是要等选票全部都开完，确保他自己可以稳当的拿到当选门槛的270张选举人票之后，他才会愿意宣布胜选。所以他今天提出来发表谈话的时候，他只是说他相信呢，等到计票完成，他自己会是最后的赢家。这样。